新北市环保局推动低碳生活，最近在芦洲区水南里举办低碳好料理新北素食堂活动。参加的里面在吃料理的同时，也学着要多多利用冬季和当地食材。芦洲林内广场特别布置，各营养师亲自示范，水南里配合新北市环保局的低碳宣导，举办低碳好料理新北素食堂活动。无吃肉的人吃素食吼，袂使干那吃蔬菜哦，吼，嘛是爱吃蛋白质。蛋白质的来源吼，面肠，这就是面粉内底蛋白质哈。安尼拢甲掺落，啊，你一顿才会吃会饱。啊，今日咱环保局啊来找我协办吼，啊，这个低碳好料理新北素食堂这个活动，我认为这个活动真健康，而且对咱的里面嘛有真有帮助。今日吼，感谢一寡长辈吼，啊，拢来吃参与哦，安怎简单来做料理就好，唔免遮麻烦。过来，予咱大家来吃到健康，吃到放心。参加里面，唔来先吃到老师喜欢的料理，嘛学着低碳饮食的原则。包括吃冬瓜、吃冬瓜以及少油少盐的料理方式。我做凉拌啦，吼，啊，搁我那做山药啦，啊，搁阮这木耳啦，啊，在地食材啊，在地就好啊。环保局以及自然里希望透过这款的活动，让民众会使用上简单的方式，斗阵响应低碳生活，唔来使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，嘛让身体更加健康。记者彭景凯、林金如、罗州采访报道。